我们要来开箱。这个是 H&M 寄来给阿悠的衣服。那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哎，怎么只有悠悠的？阿纪为什么没有？你先边开，我来边讲。这是什么？然后为什么没有姐姐？是因为姐姐现在已经超出童装最高的身高范围，所以这次就有收到阿悠的。这是第一样东西，还有什么？里面好像有东西耶。对，里面有东西。第一样东西，你把它打开看是什么？一本书。你要回忆一下你以前开箱的那个感觉啊。忘了，很久没开箱了。哎呦，还有东西耶。哦，还有哎、欸哦，哇，好可爱哦、喔！这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阿纪会喜欢，对不对？这个给他。对啊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纸胶带，这是画画的，这上面这些都是动物，它是这一次跟这个联名的，这个签名好草，好草写，我看不出来，看等一下会不会有详细的介绍。真的、哦、是明年的吗？明年的吗？不知道，还是是它是就是万用的年历，什么时间都可以用，那是万用的。对啊，因为这是自己写日期的。哇，很漂亮哎，里面有什么图案？翻一下。这本感觉是，哎呦，我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写。他说这是我与 H&M 合作的童装系列，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跟你分享。这个系列充满了大自然的动物跟植物，我们时常惊艳于自然的壮阔美丽，却忽略了最应该赞美的是它的多样性与包容性。山里海里，这是什么字啊？我看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字。哪一个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字，这很像荔枝的荔耶。我肯定人家乱念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一个酱，然后再一个品。品吗？对啊，一个草字头再一个品啊。嗯，我不知道那什么字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是不是仓啊？我也不确定。这笔耶。到荒芜水源，各种生物们在这个系列里和我们是如此的亲近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然后这里有这个 作家的签名，他应该是画家，他应该是台湾人吧？我觉得他写这个字都很像台湾人会写的那个文笔啊，应该是什么台湾的画家或设计师。我来看看。有，这里有介绍。哇，对，没错，是插画家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开箱那什么？笔。有。里面有什么？有很多颜色。这个画家的名字是不是叫狐狸犬？狐狸犬。狐狸城吗？看，画一支笔盖起来，好可爱哦。它里面有几个颜色？12个颜色，十吧，十二个颜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纸，它最主要是写说，它这一些东西是用永续性的材料制成的，那里面是有机棉。这些系列在10月22日已经在全台门市贩售，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好可爱耶。还有这个小包包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阿纪会喜欢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小包包。好，那你来换一下衣服看看，可以帮我们换一下吗？套上去吗？我们哎、欸，我知道，我不要拍到你的上衣，你先换，然后我转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还有写什么，等阿悠换好。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图案的，很少女感哎、欸。而且它画起来那颜色是那种很缤纷的颜色，哇，可爱耶，是北极熊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你穿反了。穿反的、啊，它是背面，我要笑死了。我觉得这比较像正面哎。我先不要拍到你，不然你这样子，等一下露内内。那男生露内内是没关系，可是大家可能不想要看男生露内内。没关系啊，你看你不认了。我等你好。等你好，好的。我觉得这蓝色蛮漂亮的、欸、
而且是北极熊，是你喜欢的动物。对，哈！我看一下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看一下，不错哎、欸，很可爱耶、欸。那看背面，呼吸一，这是哇，看背面，背面，背面是长这样，是一只北极熊。然后它这里它的吊牌，它的吊牌很有设计感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。这系列很不错，我觉得等一下姐姐看到这本一定会很疯狂。这个可以，而且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它这里面哦，它这里面啊，除了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，还有一个我，它的想法跟设计都在这里面。然后这一本是从12月开始啊，你就直接去洗澡就好了。然后它还有空白的地方可以做笔记，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它后面可以着色，那它着色好之后，你看它每一页都不一样哎、欸，熊熊、蓝鲸，对啊，还有海狮，很可爱、欸，看，在这里啊，海狮，你可以翻一下，你刚刚都没有认真翻，我学它，你刚刚都没有认真翻。它这本是硬的，对啊，可是很有质感，是精装本的感觉，就是很值得。每天涂一个，它就是我觉得它就是让你可以慢慢涂，然后它就是万用年历，你也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哪一年开始用，可是它又是什么？开始用，可是它有设计是第一个月份是12月开始。我想换这个。那个可以给他寄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他、這個，他一定用得到，而且他也热爱纸胶带，对啊，很可爱、欸，他也热爱这个东西。对啊，你喜欢那件衣服吧？上面有北极熊、这个我也要，是你的最爱。你要那个白色的纸，它可以瞄哎、欸，哎呦，哇，你太用力了，把它撕破，人家不能瞄了。可以啊，你看，你小小力撕。它这是几？它尺寸是几号啊？哎、欸，而且他卖的不贵、欸，这件才299，对不对？悠悠。嗯，那他可以瞄啊，阿明你看。嗯。悠悠穿这件是8到10岁，是140公分的，很不错。瞄。可以啊，你可以瞄。好了。喜欢吗？嗯。满意吗？嗯。那你要去洗澡了吗？要。不行，你很臭，赶快去洗澡。哇、啊！臭，很臭。哇，直呼吸。你太臭了，那这个给你，还是这个也给姐姐？这个给我。好，那你赶快去洗澡，拜拜，拜拜。